今天来靶场打靶，耳湾用枪的机会太少了，从来没有听到过枪声。小的时候我就跟爸爸一起去打靶场打靶，就是其他的同学都在家里的墙上挂着明星的海报的时候，我的家里，我的房间里挂的是枪的海报，我的铅笔盒都是枪的，所以特别喜欢枪，从小就喜欢。在耳湾呢，没有什么机会用到枪支了，所以来到了山里，这是一个挺正规的打靶场，十几把枪都来试一试，今天要过足了枪瘾呀。这是007的枪。来吧，重武器。对。看，先吸点武器，看哪武器，先往前，先往前，往前吸。对。007 James Bond 的手枪，看一眼看。